暖的冰柜。今天好热呀，爸爸在工地怕是要热坏了吧。嘿，我带点水和水果给他吧。叔叔好，我来找我爸爸。哦，你爸爸呀，他去诊所了。啊，去诊所了。爸爸难道生病了吗？爸爸。啊，毛毛，你怎么来了？爸爸。看看你，热得满头大汗的。爸爸，你去诊所干嘛呀？是不是生病了？爸爸没事儿，我是送中暑的小兔子去诊所了，不要担心啊。这样啊，可是爸爸，天气那么热，我怕你也中暑。不如跟我回家吧。不行，爸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你看那些叔叔阿姨们不都在坚守岗位吗？天，叔叔阿姨真辛苦呀。好热呀，今天太热了。俺回来了，外面好热呀。光头强呢？他呀，他帮兔子奶奶修理冰淇淋机去了。冰淇淋机，哇，好想吃冰淇淋呀。棒棒团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毛毛需要帮助，棒棒团出发。叔叔阿姨们送点水和水果。为什么呀？天气这么热，他们还在户外工作，我想帮助他们。好啊，不过做好事可不能少了帮帮团，我们一起行动吧。阿姨你好。哎呀，这不是毛毛吗？阿姨你好，这个给你。那，这水是给我的。在那么大太阳下工作，一定要多喝水哦。谢谢你，毛毛。不用谢，再见。再见。送给您。啊，谢谢。这是俺们的一点爱心。水瓶好热呀。这可咋办？这么热的天，水都被晒热了，水果也很容易热坏呢。我们可以冷藏保存呀。冷藏保存？看我的阿瓦哈达变变变。哇，好多冰块呀。把东西放进去吧。好嘞，让俺来加个标志。哇，给您。谢谢花匠叔叔，给您水。再见。再见。加油，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。咋咧？俺们的冰块都融化了。没关系，我再试魔法就好了。阿瓦卡达变变变。团子真棒。
去下一个地方吧。嗯。啊啊！冰块又融化了。那我再试魔法。啊！我靠！团子，团子，小心！团子，你没事吧？没，没事，就是有点头晕。一定是你施的魔法太多了，让我再试一次。团子，团子，你休息一下吧。团子，熊大熊二，你们怎么了？原来是这样啊！嘿嘿，交给我吧，看我的百变工具。啊！当当！有了这个冰柜，保温一天都不成问题了。太棒了！空了。您好，叔叔。这么热的天，您辛苦了。俺们给你送冰水来了。哇，真是太好了，谢谢你们。请慢用。你怎么了？我头好晕啊。看来是中暑了。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快，水来了，给。好点了没？真是谢谢你了。不客气，其实水是帮帮团给我的。看那儿，他们还做了爱心冰柜送水呢。今天准备了很多水果，一定可以帮到更多的人。帮助更多人。哇，好大的冰柜呀！哇，看，这不是我们的爱心标志吗？真的呀，俺们的标志咋贴在冰箱上了？嗯，真是奇怪。大家好啊，山羊爷爷。您带着这些果汁干嘛呀？这些果汁呀，是放进这个爱心冰柜的。哇，好多水果呀！为啥这会有冰柜呢？这是大家提供的爱心冰柜，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是你们的行动感动了我们，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爱心活动中来。原来是这样，山羊爷爷说的对。袋鼠小哥，我也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付出自己的一点爱心。是帮帮团啊。因为你们的爱心行动，大家工作起来更有劲儿了。相信这些爱心冰柜能把更多爱心送出去，帮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你们在这儿呢。你们好，给这个给你。这是专门写给你们的信，改天见。这封信写的是什么呢？毛毛，快打开看看吧。是封感谢信。感谢信。一到炎热的夏天，我就心疼在外面干活的妈妈。十分感谢送水给我妈妈的人，我们也在向你们学习。给劳动的叔叔阿姨们送去冷饮和水果，把爱心送出去。我们只是给大家送了点水和水果，没想到居然能让更多的人也去这么做，还让大家也加入到了帮助他人的行动上来。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。